凉快，凉快，pleasantly cool。树荫底下比较凉快，我们坐下来休息一下吧。树荫底下比较凉快，我们坐下来休息一下吧。哪儿凉快，哪儿待着去吧。哪儿凉快，哪儿待着去吧。热闹。热闹，busy, bustling。我的邻居在办婚礼，家里非常热闹。我的邻居在办婚礼，家里非常热闹。一到晚上，步行街上就非常热闹。一到晚上，步行街上就非常热闹。云，云，cloud。今天多云，我们可以去爬山，不会很热的。今天多云，我们可以去爬山，不会很热的。坐飞机的时候，我非常喜欢看云海。坐飞机的时候，我非常喜欢看云海。广播，广播，broadcast，radio program。以前我是通过听广播来学英语的。以前我是通过听广播来学英语的。机场广播在喊我的名字了。我得马上去登机口了。机场广播在喊我的名字了，我得马上去登机口了。照，照，to take a picture，to photograph。请你帮我照张相吧，请你帮我照张相吧。这个照片照得一点儿都不好，这个照片照得一点儿都不好。到，到，used to indicate contrast. Yet, actually. 我周末没空，星期五倒有空。我周末没空，星期五倒有空。你年纪不大，经历倒还挺多的。你年纪不大，经历倒还挺多的。香山，香山，the fragrant hill in 北京。如果你秋天去北京，那一定要去香山上看红叶。如果你秋天去北京，那一定要去香山上看红叶。我们可以白天去香山看红叶，晚上再去东来顺吃火锅。我们可以白天去香山看红叶，晚上再去东来顺吃火锅。长城。长城，the Great Wall。我在长城上拍了很多照片。我在长城上拍了很多照片。不到长城非好汉，所以去了北京就一定要去爬长城哦。不到长城非好汉，所以去了北京就一定要去爬长城哦。毛，毛，hair, fur。这双雪地靴是用羊毛做的，可暖和了。这双雪地靴是用羊毛做的，可暖和了。这个鸡翅膀上有一根毛，我不想吃了。这个鸡翅膀上有一根毛，我不想吃了。
抱，抱，to hold in arms，to hug。孩子们都长大了，他已经抱不动他们了。孩子们都长大了，他已经抱不动他们了。老师抱着一堆书走进了教室。老师抱着一堆书走进了教室。干，干，to do，to act。我生病了，这几天就在家里躺着，什么事儿也没干。我生病了，这几天就在家里躺着，什么事儿也没干。老板对我说：“你好好干，公司不会亏待你的。”老板对我说：“你好好干，公司不会亏待你的。”严格，严格，strict, rigorous。在学习上，大卫一直严格要求自己，所以学得很好。在学习上，大卫一直严格要求自己，所以学得很好。我们公司有严格的规定，不能帮别的同事打卡的，我们公司有严格的规定，不能帮别的同事打卡的。难受，难受，sad, unhappy。他知道自己做错了，心里很难受。他知道自己做错了，心里很难受。我好像晕车了，现在难受极了。我好像晕车了，现在难受极了。烫，烫，used for a round trip。Time，我很幸运地赶上了回深圳的最后一趟高铁。我很幸运地赶上了回深圳的最后一趟高铁，我来来回回跑了好多趟，终于把手续都办好了。我来来回回跑了好多趟，终于把手续都办好了。放暑假，放暑假，to be on summer vacation。学校7月份放暑假，同学们都打算去旅行。学校7月份放暑假，同学们都打算去旅行。孩子们放暑假了，在家里玩疯了。孩子们放暑假了，在家里玩疯了。老虎，老虎。Tiger，我在杭州野生动物园看到了2只老虎。我在杭州野生动物园看到了2只老虎。它就是个纸老虎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它就是个纸老虎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入口，入口。Entrance，我在电影院的入口等你，你快点过来吧。我在电影院的入口等你，你快点过来吧。停车场的入口不太好找，你问一下保安吧。停车场的入口不太好找，你问一下保安吧。